上来喽，晨曦，睡醒没？哎呀，天南没拍进，只能喝点的粥啊、米汤什么的，也喝不了别的。你拍气了，再给你炖点鱼汤，炖点疙瘩汤给你补补，下下奶什么的。你这躺着吃不了。哎呀，把那口水顶一点垫垫吧。叫什么？玉米粥。天天躺床没不是个事，那样舒服。第二天就得起来下来下床活动活动。等一下我一个人扶不了那位小护士，跟我一起扶你下床走走。肯定很疼，你得忍忍的。好。忍不了怎么办？忍不了我手给你咬着，我胳膊酸点给你咬一咬。这咬啊，一点不心疼人的哈。来喝，辛苦你了。我很大功劳了，是不是？老李家开着咱店，全是你功劳。我一个人能把你扶起来，你往这边扶一下。这个手，放松，我使劲。行，坐正，放松，我使劲。钱呢？不坐正，现在不下，一会儿再下。你转他能坐着，要不然以后没。等一下不能你现在转，你现在转一下，腿垂下来，转一下，来，转一点点转，坐一会儿，多坐一会儿再下床哈。慢点，没事，慢慢，自己屁股往前挪一挪，自己能动，对，让他自己稍微上去。你下边他更不行，还是得下哈，不疼，下，疼是必然的，都疼必然的，下。你越不动，你到时候就得倒。时间不紧，尿肿瘤就容易要倒尿，一定放松哈。给你拿个塑料的好一点，你买那个塑形的是吧？就是勒肚子的是吧？他那个是就是产后到时候都恢复了，体后然后塑形，现在就是他下床要勒一个就是能减轻他子宫往下坠的，他就不会那么疼。先多坐一会儿，现在不要起来，起来容易体位性低血压，多坐一会儿哈。感动。都这样，这个东西总归要经历的。顺产的时候下床没有这么疼吗？有没有刀口？最多有个侧切。直接就下来了。第一天就能下来了，第一天都没有这疼。所以说，这个一个是扶桨在前面，一个是扶桨在后面。是的。那我们要扶你起来啊！我不知道吗？起来试一下。我把拖鞋穿了吧。我家里邻居这胳膊没事，这个胳膊不疼。小学生送好啊！不行了，不能把它架过去。不知道能不能起来。哎，害怕。没什么，自己可以手稍微扶着一点，慢慢起。疼了。没事，坚持住。哎，对，站起来。慢点。腿一步步往前挪就可以。哎，对。感觉他长得不像诺诺哎。也不像我们俩的。那像谁呀、啊、那抱错了难不成？头发比诺诺好好多了哈。嗯，诺诺生下来前面都没有头发。诺诺那时候绒毛。哎，什么时候会叫妈妈？应该那小什么时候帮你攥着、好了，你不能长时间趴在这儿，你肚子疼不疼？嗯，还好。他比较省事、哦、自己看自己家小孩哪哪都觉得好。小手烧焦宝宝。他长得有点像女孩子。你就是想和女孩子是不是？长得的确有点像女孩子。洗完澡你看我们多白呀。是的。是不是头发多好呀？越来越可爱。
你赶快上床吧，你也是病人，你不能长时间这样站着。回去吧，探视时间到了。喂。